快点变本回来吧，姐姐，咱们。是活呀、啊？不是活。先做一个，先做第二个嘛。先做第二个嘛。嗯。哦，行嘞。要不你？姐姐。嗯。先拿筷子。从这儿拿。哎呀，看着到哪去了？我想要变本。你给倒车去，倒到这儿，放在那儿摆。家伙，菜的拿菜，室内的拿室内，这个石头匹配不行，不接着拿自己的拿什么？大理石你是？哎呀，有一种让手艺干大没掉的。放好。哇，有点傻嘞，毛毛雨。这就是咱的啥事儿，后女的，人是美容院上头躺的呢，做个电子毛的是买个肉的，你看看怎么了？看看，为啥不捞个送货上门啊？那就上门要钱，你们看见这写的运费36。啊、嗯，这要是咱们要是让人家搬的话，我估计我跟你说，敢送到咱们店就得40几块钱。抓抓点儿，喂姐。哎，小姐。喂姐，你那个啥吧，出来吧，都坐医院之后那事儿嘞，坐医院好久之后，回来变根儿了。啊，我给你取去了。嗯，是了。哎呀，姐，我这打了。还有回来想买房了，这我下回少存点，我能不能不搬？哎，烦了。你看看这，哎，家是那家，爹还得管，完了还得来小时掏出饭。哎呀，这女人当的真的是。吃饭了。姐姐给你们吃点新鲜菜，吃个茄子。给我这个做事。你不帮我也不舍得浪费这个东西，我可得给你留。现在也快吃完了，长牙也快没了。咱们糊糊的弄他点茄子，茄子凉的合适。别想里头的做的是不消是差的，天天吃咸的，别想越宰越慢。有活身上了，我手到这儿行不行？我这个小干锅，放点辣椒。我这是干活不辣的，它就是颜色好。胡椒酸。弄起来，少倒点老水就行了。钱倒进来了，行了，我不行。才够，这是绝配。有点冷水，有好多人问我的擦膏药拿啥擦，拿冷水擦，拿冷水擦出来的膏药才软。
撒气儿，长得是高中。哎呀，卡卡朵朵打得漂亮的！哎呀，我还真是衣服穿的真好。朵朵，明天过六一儿童节吧。今天过完了，明天还过啥呢？明天放假。上课跳跳，这身衣裳是真的挺美。等等，等你把给双十一了。头好了，你看你妈别花了，哎，行了，就这么。多多，你有多少班玩？这是黑客，多了。上次上次去那，俺们上过这号车。这天。你吃饭没吃够？吃馒头。好多菜在搞。没有，主要这小车长大了，我发现。啊，都变成大虫了。就是，挑饿了。挑饭了吧？现在挑不尖，你不偷懒，你稍微偷点懒都不要分那大钱。我都是讲，从小是舞蹈家，学的就是这个呀。那腰软的。这会儿这小孩子长幸福了，你看看多好。我也陪练过节目，哇哈哈。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就这。他和你的不一样。你的咋跳的？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祖国的花朵，哇哈哈。不是这个，跟我们唱的歌不一样啊，就是哇哈哈，哇哈哈。